台北市青年民族艺术成果复社大表演，今天上午十点钟在台北市总统府前面的广场举行，由总统府副秘书长郑燕芬代表接受。表演的项目由各校的乐队、仪队前导揭开了序幕。精彩的节目包括了龙翔凤舞、珠光成祥、幼师欢舞、胜利之光和普天同庆等。热情洋溢的青年男女们穿着五彩缤纷的衣服，舞出了他们热爱领袖、效忠领袖的赤诚，同时也显出了青年们青春的活力、饱满的精神，象征了我们反共复国光明成功的前途。台北市的幼女童军200多人为恭祝总统华诞，今天上午在荣兴花园的草坪上举行一项联欢会。幼女童军们首先在三位理事长李锦花的率领下向总统祝寿，接着他们举行畅游活动，在草坪的四周还设了许多园游摊位，有吹气球、钓鱼、夹蛋等许多有趣的游戏。